到这个地方，就是咱们执行删除的时候，大家注意啊，我现在这个系统里面如果初始化了之后哈、啊，它有一个超级管理员用户吧，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室友整合进去之后，你把唯一的你用管理员的身份把自己给删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吧，你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啊，虽然在这个技术上这是可实现的，但是在业务上你得阻止它，对不对啊？所以说那正常我们新建一个系统之后啊，有几种初始化这个系统的方式。第一种初始化系统的方式呢，就是手工的在数据库中录入记录，对吧？但是手工录入记录肯定不现实，因为这个密码是加密的，你不可能自己去当然了，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测试工具啊，把它弄出来，完了你手动录入，但是这种有点太原始，所以一般情况下有一些这个系统安装完成之后啊，它都会有一个什么一键初始化的功能，点一个按钮，比如说安完了之后就出现一个外部页面，然后点一个按钮，它就会自动的在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数据库中插入一条管理员的记录，那这条记录一旦数据库建完，然后刚就是这个数据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给这个用户现生成的嘛，不可能用一个咱们测了半天的那个数据库给他，然后直接给他移过去用哈、啊，就是现去那个 create 一个数据库，当然了这个 create 的过程可能未来我们都会自动化的，就是通过页面的形式下一步然后配一个数据源一点，然后它呜就给你创建出来了，创建出来了之后然后你再点初始化就初始化成功了是吧，那这个过程如果数据库是新建的，那这个表的第一条记录肯定是一吧，是吧，这是一定的啊，就是如果这个是我们在现场或者说就是给用户做了初始化的工具的话，那么这个表的记录是一，是一定的，是一定的话，那么我们超级管理员的这个 ID 那就一定是一，对吧，所以说超级管理员的 ID 我们就可以配置在我们的系统当中了啊，然后那么在做用户删除的时候，我们就得判断一下，就是如果对吧，如果这个传进来的这一堆，比如说我这夸来个全选对吧，传进来的这一堆 ID 里面如果包含一的话，那么你就得给用户提示并不能删，对吧，就是系统管理员是不能被删除的，然后他再重新选择，明白这意思吧啊、嗯，好啦，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哎呀这咋的，我是不是停了服，这是一吧，啊是一，啊重来啊，刚才是不是有错啊，我好像有啥没整合起来， code is not defined 是哪块 common GSCC， 我好像改啥了啊，我写错了 data 哈，我改了一个东西啊，就是我改了一个东西还让我给改错了，这块啊就是咱们那个 common 里面，注意 common GS 里面啊有一个叫做删除的是吧，对这儿呢，删完了之后如果错了，我后台不报告一个就是得 code 不等于零嘛，就是这个地方r.arrow 的话它就会报告一个500的 code 是吧，然后顺便来个 message 是吧，然后 message 的话就是系统管理员不能删除，这种东西是我们在后台的业务逻辑当中最好你给前台用户的，否则的话你就给他一个500，前台用户说我提示啥呀是吧，前端是吧啊，所以后端你业务逻辑什么的错误信息啊你都组织好，你给前端，前端就直接展示就行了，那这样的话那前端这个地方就显示什么呀，就是data 点 message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就行了哈，
然后他说系统管理员不能删除，明白这意思吧？你不让他删啊，所以说这个业务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这个跟这个咱没关系啊，这是提高查询性能，提高修改和插入的性能啊。然后接下来删除的业务逻辑，系统管理员不能被删除，然后判断什么呀？判断 ID 为一的用户不能被删除啊。好了，这是这一块。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就是下面一个，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菜单管理、角色管理和用户管理这个功能都做完了之后啊，你一定要记着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忘了做，就是之前我们在删除角色的时候，看一下，我们在删除角色的时候，这儿哈 ，delete 是吧？是不是要删除一下这个对，除了删除角色自己之外，还要删除角色和 menu 之间的关联信息，然后还要删除 user 角色和用户之间的关联信息，对吧？这是删除角色。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删除用户的时候，你除了删除他自己之外，你是不是还得删除用户和角色之间的关联信息？明白这意思吧？那么还是同样的道理，你回过头来再看咱们那个 menu controller， 因为咱们当时在做 menu 的时候只做了单表的增删改查，对不对啊？但是 menu 是不是还和肉之间有这个关联关系啊？和角色之间，所以你这个菜单要删了的话，那你菜单和角色之间的关联关系你是不是也得删了呀？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就又加了一个，又菜单和角色之间的关联关系咱们也得给它删掉，明白这意思吧？啊，就是业务逻辑这个地方考虑要严谨一些啊。好了，当然了，如果用这个 Hibernate 的关联的话，这么费事的东西你就不用做了哈，你就直接可以用到它关联的那个删除了哈，它默认非级联删除，它就可以删这个关联表的啊，你不要配级联是吧？嗯，好了，是的，咱们不是试过了吗？你要配级联删除的话，它就会把对象的那个实体也给你删掉，你要配非级联的话，它就会把自己和关联表删掉，你要配级联就会把自己关联表和对方都删掉，是吧？嗯，就是检查menu， 然后肉，还有那个 user 模块的那个关联表的删除是否实现啊，就删除功能啊，还是删除啊。好了，这是这一块，剩下的话应该好像没啥了。